那小子对那点个哥哥那样，我的要是小子磨皮，你两道磨皮爬了掉，爬了走高了，咋能咋能？可真的是一样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东，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更新在奉贤区庄行老街的视频。那么今天的视频有什么内容呢？哎，我不讲，就跟了我的镜头啊，阿拉一道出发去看一瞧吧。啊，我看饭店蛮多。早上张哥，上面是不是有人气嘛？吃羊肉。不是吃羊肉，张是乡镇工业，张这个马路公马路镇啊，上海市是。马路镇是辣嘉定啊，马路镇。马路啊。对啊，马路是辣嘉定吧？老早是啊，老早是。好像民航个啥，是好像马路是民航。马路是嘉定。嘉定吧。嘉定。好像民航有个啥，有个啥。一个镇对吧？一个镇，哎，一个镇那是没有，那漳州是两个镇，那是上海市有名气。有名气啊。哎，两个镇。搿头刚开了以后，搿头漳州一个打开了，没了。从此以后开始打开了，漳州乡镇企业搿辰光有名气老大。就七八十年代啊。才七八十年代，啊，哎，搿么哪搿搭哪搿搭附近侬，比方讲侬平常生活啊啥物事方便伐？去医院啊，配套设施应该。现在远了，现在搬出去了噻。老早医院就辣后头，现在侪搬出去了。现在搬脱了。现在搬到马路内搿面搭去了。菜场老早有辣搿桥搿面搭，现在搬到马路高头去了，老远了。远了是伐？现在周边老那个还。今朝早浪向人勿大方便，老早起来要交关。买菜勿方便。买菜勿方便啊。买菜勿方便。搿么哪？市场上往南边搬出去了呀，往南面搬出去了，是吧？红绿灯，穿过红绿灯，往南走，往南搬过去有一公里左右。一公里左右，根本哪平常去，根本侪要乘公交车啊。没啥地方来公交车啊？搿搭没公交车啊？嗯，搿往菜场上没公交车。哦。那个自家打马路打过去。打马路打过去。要吃啥物事跑过去嘛？啊。搿近地嘛，近地嘛，侪是老娘，老娘在买小吃在屋。超市。周围在搿乡搿镇应该住辣盖噻，侪是老人哦。谁辣盖周围呀？啊。谁辣盖周围？搿么像现在地勿种了，地勿需要种了。种啊，乡下头也有啊。乡下头也有啊。现在侪大农承包哎，大农承包了。啊。这只狗呢种就没了。现在乡下头现在勿种了，自家种就来种。承包人家老板了，对吧？到时候直接分钞票了。现在一部分人支付起来，老百姓们侪在钞票那些在上面，一部分人。搿是上半年勿是上头边补贴，还有补贴嘞。还有补贴。哎，补贴上头边国家勿是有补贴伐？面膜都勿落来。哦，马桥是闽行，马桥闽行，马路是嘉定，对，马桥是。好像是啥个桥？马桥相关。那好像，那这边好像上海市有两个镇，啊，张有名气，乡镇工业有个，啊，名气。现在好像张是名气是不大响哦。现在奉贤，我现在认为啊，奉贤才是发展南桥。我从南桥过来，南桥发展老好。南桥是奉贤的中心啊。上海是奉贤最差嘞，反正但奉贤最好的地方应该是南桥镇。镇政府啊，文化经济侪在那面的发展。区政府对。区政府在那边出去了。啊，张是南桥最西面，奉贤的最西面没嘞，到张再过就金山，就到定陵了，是吧？没嘞，搿面搭肯定勿会得发展个。搿搭关键现在搿搭到搿搭来对伐？阿拉侪是开车子来个，地铁啊啥物事也勿方便。地铁侬出廿桥是，金山。金山，哦，搿远了，搿远了。勿远，上海南站。啊。乘到定陵。我晓得。后来过来，一眼眼路呀。定陵过来就到了，对伐？定陵就是搿条一条港呀，过了。过去就是张江，过去就是金山了，是伐？就是定陵。哦。张江隔壁就定陵。张江是不是羊肉也是蛮出名？羊肉出名，侪自家炒出来，啥地方来羊肉？乡下头啥人家？羊肉，搿么羊肉搿讲法呢？那阿拉侪听侪是讲羊肉好吃，羊肉好吃。羊肉好吃不是？当初辰光呢？老早俺小辰光，小辰光有啊。老百姓的啊。侪是搿种羊肉，侪自家养的，自家养的，侪是外地山区的，安徽啊、崇明啊，对伐？哦，黑龙江、内蒙古的羊肉啊。哦，搿我倒不晓得。侬以为是搿搭
我以为是搿搭土生土长的这个养鸟呢。像我都养养。搿是那个老百姓不用输液，鸡了也不用输液，哎，哪能让它吃养鸟的？啥地方来养鸟？别自家说。在皮一个。在皮上海个对吧？皮。哎，刚哎七八月份对吧？一帮子人过来，阿拉就讲吃养鸟，到底怎样吃养鸟？侬以为搿养鸟，搿养鸟侪是批发过来。哦，我今早是最晓得了。哎，这啊，现在搿代不就批发过来？其实拿平常还没吃羊肉的习惯的。要吃自家去买烧。要吃买红烧羊肉吃，自家烧啊。一样呀，自家烧。对，我想每次才有羊肉，为啥漳州羊肉会得有啥介介出名啊？我想我当本地会得猜羊肉。广告。广告哎。对，搿跟那一样，就像黑色一样，老哥，都啥老他。张奶奶海参，张奶奶海参也是一样的。张奶奶海参是上海电视台的啊。啊，张奶奶海参，就是个张奶奶，就那样，屋里要的就是毛皮，那两道毛皮爬来走，搞了张奶奶，可这不是一样哦。